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今日咧就系22号星期日，咁啊五月咧就完啦，咁啊仲有一个礼拜到啦。如果系反呢个反谷针嘅势力，如果唔能够迅速膨胀咧，咁咧点令佢迅速膨胀咧？大家都要努力嘅，系咪？我都话啦，依家系大数据时代啊嘛。以前咧，我哋惯咗系揾议员啦，揾民主党啦、公民党啦，系咪？港同盟嗰啲啦，好关心，相对啦，街工啦，系咪？叫佢哋串埋一齐，佢哋都会噶啦。有生即系乜有势就用噶啦，咁就一齐屌鸠政府，造成压力啦。传统嘅做法系咁，而家冇，冇。你话喺民建联、喺工联会啊？佢肯出嚟轻轻讲一句啊，已经你即系执到啦。佢觉得尽晒力噶啦，斗你十几皮，仲想点啊？出句声，鬼叫你冇人帮佢哋出声啊？死唔死？我啊话系同政治有关嘅，所有嘢都你个政府戇鸠到出晒面，同你啲一般人冇法子抗争或者唔抗争啦吓。公道啲讲，咁啊，你问我点抗争咧？我都冇得抗争，但我杯葛掌嘅亦都系一种抗争，系咪先？所以大家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，到而家都唔打，睇见呢条新闻又嬲又兴，又唔知点算嘅人咧，更加唔好惊。系谂下，你有好多种选择，你可以逆来顺受，你可以众筹搵药费去私家医院，系咪？上 Facebook 度嗌救命就得噶啦，系咪？我要复产，我要复产，我要医咁样，诸如此类。当然亦都可以咧，发起抗争啦。咁點化你咧？我有啲諗法咁，但係我想叫大家去問一問蕭山先。點解咧？佢有影響力啊嘛，有影響力即係有權力。喺啲政治學裏面講，influence 就係 power，你有 power 就有責任噶咯。你仲叫人批裁你喎，叫人俾支持你喎。你唔好問下岸伯，我話係，我大聲疾呼，我一定做，係咪？我做緊添啊，做咗幾個月啊。大声疾呼，为民请命，我尽就做尽，但我得万零人睇，多嘅真系三四万啦，少咧20000啦，大家睇到嘅呢啲我冇呃你嘅，系咪？大家可能觉得我好大影响力啊，所以有人直情系私下，哇，好紧急啦，问我。如果你问我个人嘅法律问题啊，法律意见，我仲可以帮到大家，即系冇所谓，系咪先？但系呢啲嘢，我点喐个政府啊？我点影响到佢啊？即系自己有啲无力感啦，系咪？即系收到呢啲 message，我通常都系影响情绪嘅，即系有啲 sad 嘅。我咁捻牙刷，好多人以为我好掂，咁但系我其实好脆弱嘅，fracture，随时拉钩咗，我乜都冇啦，系咪先？仲有就系、是，唔拉我，点解唔拉我？其中一个原因就系、是、你睇我，其实一直到而家，今天好似系有50000几人啊，好似啊，咁但系就系几个月前，我都系得3万。以下嘅啫，即系其实我唔系一个有影响力嘅人，政治上啊，KOL 同嗰啲出晒名嗰啲吓，个个都10万8万订阅，或者平时啲片10万8万睇，我系1万2万，到而家都系唔多嗰啲1、2万啦，多嗰啲因为反映到人民嘅心声咁啊3、4万啦，但系咧，萧生喺度 hea 咁啊20、30万，10倍啊，冚家铲，你唔问佢点解嚟问我？喂，唔系，我先生立场系咁啊，屌鸠佢咯，立场唔同你一致，你咪唔杯葛佢咯，发动杯葛佢咯，咪你要俾啲责任啲有影响力嘅人咧，去咗海外嗰啲，佢哋唔多讲嘅，唔系佢哋唔讲啊，佢哋一嚟离咗地啦，二嚟佢哋唔知点讲，唔知点讲有两个理由嘅，我啲分析好犀利啊，即系好齐整嘅，唔知点讲有两个理由，第一佢根本就唔关心，屌成日讲民主啦，讲习近平啦。讲呢个中东战争啦，乜你哋都低咁低质素嘅，成日就系打针唔打针啊？因为佢唔喺香港，佢就唔知香港人面对呢啲嘢嗰个感觉系点。大约佢估到嘅，但系佢唔会，大多数，所以难讲呢啲嘢。得啦，等阵呢啲过翻去，你哋咪个个听翻我哋呢啲，分官中国嘅啦，政治走势啊，香港嗰啲咩民主啊，嗰啲咁嘅嗰啲伟大嘅嘢，早两年讲到唔清唔楚嘅嘢。冚唪唥冇晒影啦，而家，走去讲打针呢啲嘢，嗰、那个咁啊，黄岸以前都系个有名嘅政治评论员啦，资深噶，讲埋啲咁嘢，同啲阿伯同旁系一气，讲埋啲无知嘅说话，萧生话我哋无知，咁我唔知咩为之知，
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为知之也，系咪？咁我唔知佢有几知，系咪？究竟佢有冇自己利益考虑，有冇人叫佢做嘢，我都唔知，系我净系知自己啫，系我净系知自己。啊，我睇唔捻顺嘅嘢，我就屌，系咁多啦。咁我唯一利益就系有人批裁我，唔多啊都，我亦都唔系叫呼吁大家批裁我啊。屌，我唔做唔出，好似萧生嗰啲，又出埋人哋，你又叫人俾钱你咁，你做乜捻嘢？做乜捻嘢时代嘅人物啫？系又怕死走捻咗。嗱，当时啊，两年前咧，你记得啦，佢发挥过一次好，我好欣赏噶。佢计一轮数话会死好多人噶，咁跟住佢话要求封关，佢话以自己性命换封关，愿意。两个礼拜后走出去台湾，避开。咁但系真系有人呼应佢讲嘛？佢话要求封关就要 block 呢个高铁啊嘛，叫佢有呼吁过嘅 block 高铁、那个 block 港铁高铁啦咁样。咁啊的确啦，到而家都冇开翻啦，系嘛？港铁高铁 block 咗啦，结果就但系有人放炸弹啦，系咪？咁啊受到佢鼓励啦，系咪？应该唔关事嘅，系。不过佢惊啦，唔翻嚟，咁算啦。咁你系有影响力嘅人，有影响力嘅人，你系要反映民意噶嘛？咁而家唔系话打针啱定唔啱，而家佢逼人打针啊！依家系咪逼人打针系一定唔捻啱噶嘛？违反人权、违反人道，虽然同你嘅政见不同，咁你系为香港人出下声得唔得咧？你发动嘢得唔得咧？比如你问我一齐唔一齐涌去急症室好咩诊所好，约齐一齐涌去嘈咪得咯？嗱，呢啲叫做告地状，我哋。中国几千年传统，有得上访就叫信访，我啲法律字眼嚟噶，我讲国内啊，承认信访嘅权利系人权之一嚟嘅，唔好随便挑战我呢啲中国法律嘅常识，你班国安嗰啲班麦懵佬唔捻识嘢就唔好乱咁吓走嚟话啊，佢又讲啊，喐佢，冇呢回事。我讲嘅系中国几千年传统，同埋写咗中国宪法里面一个叫做上访、信访嘅权利。佢而家应付呢啲上访都系掟你走嘅啫，或者你喐打交啊，咁当然就可以拉你啦。但系唔系都系赶你走啊，咁诸如此类，俾埋机票你翻，唔系火车票你翻去原居地。信访，中国几千年传统，即系咩呢？我哋讲嘅告地状就系啦，有冇效呢？我话你听，当年雷曼啲苦主，开头啊，全香港啲政客啊、评论啊。哎，甚至乎啲商业报纸啊，一面倒向企向佢嗰度，但系觉得两个月之后就个个诶得啦，俾六成你咪算咯咁，佢哋唔肯啊嘛，贪心啊咁样，你哋只要负责噶嘛投资咁样，结果佢哋只系做一样嘢啫，日日喺中环，噔噔噔噔打锣打鼓，然后就告地状喺嗰啲银行门口摆摊，真系公民抗命喎，结果系点咧？结果大家都知啦，冚唪赔翻九成咁啊，冚唪九成作为 set 嘛，咁佢哋息高啊，所以基本上系接受咗啦。后屘最终嘅方案系几乎系攞翻噶嘛，几乎攞翻。点解咧？本来开始俾六成嘅时候唔肯 set 咧，自己抗争到底啊，但冇人帮嘅情况点啊？自己帮自己。所以嗱，各位，如果你话真系好嬲，我只系建议一样嘢，你咪自己谂下点样帮自己得噶。当然啦，最好有人发动啦，阿韵伯你发动。连呢把声都冇埋，个个都话你海外 KOL 咁叻你做啊，咁叻你做啊，自己系走咗去，系风凉话又唔讲，帮政府又会，系招萧生嘅发动30万听众嘅阅读嘅听众，有十分一，一百分之一都有3000人啦，响应嘅呼吁，去 block 咗政府诊所佢 ，block 捻咗佢喺门口度齐坐静坐。即刻停，你信唔信啊？你话阿韵伯你叫啊咁，我唔系唔敢啊。如果做得成，我搏一搏啊，系嘛？咁跟住俾人国安拉啦，咁我都直噶，但我冇呢个影响力噶嘛。最简单就系嗌鸠完就俾人拉，然后又冇影响力，做唔到呢个咁伟大嘅行动啊嘛。萧生只闲话一句就搞掂，你系咪应该问佢啊？依家，所以你唔好问我，问佢。呢啲咁嘅咁安全嘅地方，佢唔会挨到佢噶嘛。嗰啲家私都搬走埋咯，系咪？冇理由拉佢个仔啊！你个仔冇犯法，你犯法啫嘛。不过咧，佢话我支持打针嘅咁点啊？咁你唔使反映民意噶，你又叫人批裁你。依家唔系话打唔打针，而系俾人有个打唔打针嘅权利。呢、這个贪通唔通？萧若元，你答我先。呢样嘢通唔通？即系合唔合理？
我有唔打針嘅權利，我有打針嘅權利，你可以解釋，你可以揾你啲名嘴中嘅名嘴，日日吹嘘打針幾好幾好，啊，我有冇權講我睇到嘅資訊認為打針對健康唔好？我有冇權講呢啲嘢？有冇先？我唔係做 fake news 喎，我有冇權啊？引用好多自然醫學好正式醫學嘅，或者直情唔係醫學啊，直情你睇資訊，呢啲資訊做到分析噶嘛？冇卵用嘅，基本上系都叫你打针，但系其实你睇数字点计？我讲咗咁多个月啦，系咪先？你讲唔出一个理由系同防疫有关？点解而家仲搞咧？个插台走啦，仲搞咧？其实好简单，大家稍安无躁，稍为谂冷静一谂啊！佢哋冇嘢好做，而且咧疫情估计系人都估计迟早问题一定成日过去，到时佢哋要留低个功绩，就唔系因为佢推动疫苗护照。挽救咗香港，最少呢班人施學員呢班香港嘅施學員同呢班官僚，到時佢拿住呢樣嘢啊，攞彩你明唔明？無論佢仲有冇得撈，陳肇始啊嗰啲咁間產仲有冇得撈都好啊，佢都想話到時領工噶嘛，佢哋永遠唔係諗住做好自己份工，負起個責任，佢永遠諗住點樣攞彩，而家眼看就冇彩可攞。做好啲做个彩俾自己攞，就话自己啲疫苗通行证政策成功。到十月啦，袁国勇都讲啦，夏天复常咁可以。琴晚先讲完啦，佢咪矛盾咯，就叫你打针。跟住复咗常啦，其实你打唔打针都复常啊嘛，就咁简单啫嘛。复咗常就因为我叫你打针，疫情终会成为过去。到时咧，呢个插婆，呢个陈肇始，多数希望佢冇得捞啦。佢又走出嚟讲，因为我哋。疫苗通行证嘅政策成功，哎，我哋香港人而家有翻好日子过啦，咁啊，就话知你班老嘢咧，个个嬲到啦，唔好嬲到，唔好嬲到跳楼啊，唔好嬲到情绪失控就得啦，你明就得噶啦，其实就系咁简单嘅啫。点解我哋面对呢啲咧？系咪？即系佛讲呢啲系劫数难逃，香港啲老嘢俾人温水煮蛙，系，但系你有抗争嘅空间噶嘛？咁我啊提咩嘢咧？阿伯，你讲完未啊？究竟你个抗争意？嗱，我讲嘅好简单嘅，大家一谂就知系咪制造民意咯？咩叫做制造民意咧？而家大数据时代，你唔使靠啊！我本来你话喂，去屌去搵阿郭佩凡，佢就准备做咩局长啊嘛，系咪？施加压力啦，佢你中意去都得，蓝丝又去搵佢啦。我觉得咧，佢啲人表面好啊好啊，喺镜头前讲两句，跟住佢背后啊，唔即系同政府我喺呢讲下嘢嘅咋吓，唔好嬲啊咁。佢一定系咁啊，呢啲政客。民主派都是咁嘅，屌你老母！你唔好又讲翻好人啊，行得个近，佢异化晒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咁点啊？讲完未啊？咁我话你听，好简单，你咪制造一个大数据，令到所有人知道，特别阿超知道，一般人系反对啦。嗱，我好乐观嘅，点解咧？真正嘅数据系点？我睇主流睇唔到嘅，因为主流媒体一定系平衡嘅，系咪？而且一定要报政府嗰边嘅。一定要報嘅，佢又言 power 啊嘛，佢個話語權喺佢度嘛。但係你睇下邊嗰啲留言，我唔係淨係睇我自己啊，睇啲星島啊、東方啊嗰啲有關呢啲下邊嘅留言。其實你自然知嗰個民意一般人嘅意見係點。所以你每一個人都係一個故事啊嘛，你將你故事寫好 ，copy and paste 去盡量盡啦。你唔係做五毛喎，你係真實故事喎，五毛係作嘅喎，你係真實故事。将你个见解，系你认为唔能够即系咁样逼人哋打针嘅见解写低，然后周围去 post， 系咪？系一个方法。当然啦，我最好系由萧生呼吁我哋约齐一日，即系患病者啊，就一齐去复诊，系咪？你话唔入得啊？我唔知噶，去到门口就嘈，跟住咧就写大字报喺地下度写，你一搞呢啲系包惊到震，系咪？但系咧，唔系我提议啊，我叫萧生提议就，因为你喺安全嘅地方系足以提议呢啲嘢，系咪？唔好净系叫人披床，你得唔得？做下啲好嘢，系咪？做下啲实事。你又曾经做过，当日话帮咗个地铁，佢真系有人去放炸弹，几捻醒？唉，我都恨唔到啊，恨到啊，啲我哋先，我恨到啊，我就搏搏啊，屌，系咪？君子疾勿世而明不轻言，系咪啊，萧生？啊，即系同你交流一下啫，儒家你精神啊嘛，明知不可为而为，
亦都係儒家嘅精神啊嘛。我都係秉承呢個精神咋，咁但我都要睇下可為不可為，我個空間有幾大，空間非常之少。但我話你聽，你哋大家，我講咗好多年嘅直接行動，公民直接行動就係你自己起動，你用咩方法都起動，同埋呼朋引類一齊起動。咁你始終客觀上你有個道理，有一個壓力，同埋阿超係需要新氣象咯。阿超一定需要新氣象，所以咧，我哋唔會忍埋呢個2個月，你嚇、忍埋呢2個月，咁咧個零月，點解6月中搞啲咁嘢啫？6月尾佢就冇得揸 fit 啦嘛，佢仲可以玩到啲咁嘢，咪玩盡你咯，係咪？好啦，公道嚟講咧，我要介紹一下究竟呢個疫苗通行證去到6月13日究竟係咩一回事咁樣。大家知嘅正式啦，係咪先？咁啊話咗為咗要防禦啊，咁佢其實咧只係安排適用於下主要預約方式，提供非緊急或非急切醫療服務嘅指定醫療處所。咁我問啦，我係咪咧？如果我若干年前咧，2017年啊，跑步撲親去急症室，唔使係咪？但是我跟住要洗伤口喎，要去呢个马会诊所度预约几次喎，洗几次喎，死个礼拜啊，咁我要喎。喺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，即係第一样就係喇喎。学生健康服务中心，即係呢学生啦，健康评估中心，冚唪唥要打3针啊。妇女健康中心，呢啲系咪啲怀孕嗰啲啊，係咪適用嗱，呢啲竟然係口腔健康教育事務科醫療資源中心、旅遊健康中心、紅絲帶中心，唔撚嘢嚟噶，健康促進處地區中心、美沙酮診所、公務員診所、政府牙醫及牙齒矯正診所，我冇幫襯㗎，公務員綜合健康中心同埋地區健康中心、地區健康站，13類。呢13類咧都要，咁啊影響大唔大咧？影響有錢人就冇，所以你問阿蕭生，蕭生冇啊，我就算喺香港我都唔關事啊，由佢咯。唉，你哋要打針嘅，無知唔打針，好聽唔聽？聽個黃岸兒講唔打針咁撚無知，我費事俾意見你，做啦咁。喂，喺佢嚟講，何不食木肉味言？醫生我都係喎，私人噶嘛，診我俾得起啊，冇事啊，俾得起錢。冇長期病患，喂要洗腎喎、啊，養和洗啊，咁幾萬蚊洗次冇所謂啊，俾得起，係你哋要去政府洗，唔係呢啲冇，呢啲冇，唉、哎，講清楚，頭先嗰13種同埋非緊急嘅啫，啊，我要公道嘅，唔可以亂咁屈人，係，即係咧，其實咧，你係要捱多呢10多日，咁啱呢10多日有覆診，唔撚做覆診，去少次咯，係咪？但係你，我覺得你要。抗議噶嘛？抗議可以告地阻，係咪先？不過而家限聚啊，唔好多過2個人啦，係喺個地下度寫大字啊之類嘅。咁呢啲係個人可以做，對做唔係嘅，你咪將你個故事、你嘅情況反映出嚟，就寫上，唔係寫去報紙，唔使咁煩嘅，而且唔使寫讀者來信嘅，上網喺佢哋嘅啲網下面留言，周圍留言，係製造一個。唔係製造啊，你申訴啫，將嗰個正式嘅即係民氣啊，個民意啊，反映出嚟。咁咧，反映出嚟做咩嘢咧？俾下一任考慮啊嘛，係嘛？雖然我唔係覺得阿超好人，不過你睇下，而家老共有冇半句説話 endorse， 即係話支持你呢個疫苗通行證喺香港搞呢啲嘢，半句都冇講過。所以大家唔使緊張，樂觀，而且。上面都是同我一样心态啫，你玩得几耐啊？唉，俾你个茶婆玩多阵啦。跟住咧，去到最衰啊！阿超一上场，扫晒佢。阿超而家唔做，其实都系自私嘅，即系佢唔施加影响力啦，唔同中央讲，喂，你香港人好唔啦，好唔拉你喎咁样。中央话吓，得、我听下打电话啦。咁阿超可能话唔好唔加，等咗1日1日啦。总之唔会逼死啲老嘢就得啦。咁所以佢系13个。處所啫，佢唔會叫埋私家醫院。但如果你俾呢班冚家診繼續冇來，出奇嘅咩？突然間，係、哎、
突然间话私家医院都要，你吹咩？而家话假打第四针啦，话打第四针咯，吓、啊、可以接种啦，咁为咩咁做咧？仲打第四针？冇噶，佢都唔捞啦，系咪先冇得捞啦？贼婆冇捞一定啦，陈肇始九成九冇捞噶啦，但系佢哋继续坚持错误嘅道路，因为最终系会消失噶嘛个疫情。到时佢咪话因为佢呢个政策成功咯，夹硬讲咯，咁你吹唔涨喎？你系超都费事啦，向前看啦，以后就祸系自己噶啦，系咪先？咁你梗系要做嘢就向前看嘅，转啦，系咪？佢噏乜由佢啦，攞翻个彩啊嘛！喂，成金几十万老嘢俾你玩，玩到掹唔掂，甚至乎影响健康，为的是。你咁啊，聂德权，你嗰个咁嘅陈肇始嘅面子，你个贼婆嘅面子，吓斗咗几廿万工，真系要问下你，仲信天主？你个人其实惭唔惭愧？真系要问下自己，惭唔惭愧？我唔信天主。如果我做到嗰个位，谂下谂下，你只系识反省，咦？唔系，我唔系真系好心，好心帮佢。不过我想第日个名好啲啫，就系咁啦。咁一路安排点样？我走咗之后，啲人都话啊，因为佢啊，同埋第日咪解释咯，唔知。香港之所以有别于中国成功，因为我哋有疫苗通行证啊嘛。好嗱，你睇多一样嘢啦，乐观嘅，我始终乐观嘅。我而且乐观在阿超，我相信系会有不同嘅，有不同嘅处理。点解咧？李辉系安老事务院社呢、这个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表示啊，目前未见社区有大型群组爆发。冇啊！佢话应该俾员工打四第唔会逼啲安老院舍啊，唔会逼啲院舍逼员工打第四针，俾大家睇一睇先。应予员工选择权利，即系同阿高本恩同陈德光讲法一样，你剥夺咗年轻人嘅选择，唔打针权利，系咪？咁啊，当然啦，阿肇始啊讲咗嘢啦，本来想讲一讲佢，不过时间都够咯，话知佢冚家铲啦，吓唔好再提。唉，而家都系话咩？陈肇始话依家吓唔排除落波啊，诸如此类，即系员工嗰啲咁嘅废话啦，系，所以就都系戴口罩继续。啊，咁诶，昨日咧就廿一号啊嘛，廿一号就缩翻228啦，又冇死过人添。咁啊，都仲系平走，唔好当系有已经解决啦。呢、这个情况我估系。就算是縮到幾十個，突然間佢上翻一兩百，絕一聲嘅事啫嘛，係咪？因為你夠三個月噶啦，夠三個月噶啦，仲有就唔好成日講三個月打咗幾多針啊，第四針啊，第四針，唔係幾針嘅問題，都唔敢逼嗰啲人啦。嗰啲人照顧老人家喎，佢哋打第四針都係職業上嘅需要喎，都唔敢逼佢，都唔願意逼啊！而家人哋，因為根本冇撚關係。最撚老土就咁啦，话语权啊！今日我有咩啊？即系 agenda setting 啊！我讲 agenda setting， 今日嘅 lecture 就系讲呢样嘢，唔系讲呢样嘢，即系你点样将一样嘢摆咗一个议题度，然后不停咁讲，咁啊带引住一般人洗脑。老公好叻噶 agenda setting， 而家咪做紧呢个 agenda setting 嘅嘢，就咁契弟，就系咁契弟咁解啫。好，呢个话题完啦，好嘛？大家嗱，小安无错啊！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唔去做呢啲复诊定点嘅，就做小诊啦。七月就冇噶啦，我觉得七月唔会噶啦。就系、是、更加要为自己着想，就要抗争，系咪？抗争就即系抗议，用你嘅任何方法去抗议。只要你有道理，有乜问题？基本法保证咗言论之后唔遵守基本法啦。国安法第四条，我成日讲，系咪有啲人故意曲解国安法？讲包括泛民一家产走咗嗰啲 KOL 曲解佢噶嘛？我系细心观察佢点样引用国安法，系有空间俾你嘅，就唔好浪费啦，系唔好浪费，能够嘈就嘈啦，啱唔啱啊？